완체우린학원으로뛰어이미다알고있는데왜자꾸또가르쳐선생님말씀은하포만이칠판이란도화지에는낙서만이차라리全新韩国二人团体方龙国 Bang Yong Gu 和 Zello 来马与歌迷见面，宣传最新的单曲 Never Give Up。方龙国和 Zello 将和其他四个男生组成六人组合 BAP Best as Look Perfect， 在1月28号正式出道。B 는 이제한국에서준비중인 이제 Bang Zello 가 속한 이제 그룹이 남자 그룹이고요 이제곧이제1월26일날새앨범이나옵니다 、네、 그래서 BAP 는기존아이들그룹과달리이제저희들의색깔이가득담긴앨범으로이제곧 、네、 데뷔할예정이고요말레이시아팬분들도많이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只有15岁的 Zello 是团体里年龄最小的成员，在记者会现场鲜少说话，多数由身为队长的方龙国回答现场问题。22岁的方龙国也表示，自己和15岁的 Zello 并没有很大的代沟，因为他们两人常常都在讨论音乐。제가막내다보니까요리더형이다이렇게리더해주셔가지고딱히말씀드릴게없는것같습니다方龙国坦言自己其实也是个爱玩的男生，只是现在身为队长的他必须做个好榜样，所以自己会收敛一点。反而 Zello 在团队中属于可爱的类型，在记者会现场还不停摆弄可爱的姿势。